有没有录啊？有啊。有哈。那我的嘞？你有录啊？两点四十五分。好，我的扣一下。那就还是搭缆车上去吧。上去，下来，努力的往右切，切得进森林就进，切不进就没办法嘞。哎，我还没有扣啊。刚就已经跟你讲没有扣了。好的。帽子。好的。好，换你的。我应该都折得很好。我都那个形状啊。去到中间那里，所以就放弃，明天再说。哎，我们是要坐哪个缆车啊？20还是22？我要坐大的，四个人坐的。这都小的啊，哎，这是大的，这是四人坐的。不要小的，要大的。小的只到一半，大的才够高。四人坐的，不是两人坐的。这个开到几点啊？没有写。而且4:30。很冷，有吗？
跟进来的时候差不多。最旁边那个黄色的进森林那边，它在中间围起来了，或者左边左侧的上面路旁边的黄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往那边，然后右方边，然后那边可能。稍微好，现在是好，那。
下啊。走这里，啾啾来，来得了吗？糟糕了，他会不会直直往下滑啊？我们先回去好了，我们再做一次再滑这里。先走，先回去。对啊。下一趟我们滑这里可以接回去，我们再坐同一个缆车吗？真的可以接回去？好，等一下，我再坐一次吗？好，好，好。那你一刀切过来。这样要牵回去那个缆车，要滑到餐厅再走回去，滑到餐厅再冲过去啊！好啊 ，OK， go go go。
之后，然后到东区。这里是树林，然后等一下就到。啊，这真的，因为我们当初切来这里是我看到那个路牌，啊，真的滑得过去。然后要用切的那个力气，啊。这个正方形的正中间往下滑到底就是你的旅馆。我昨天有找到我那个，可我今天反而滑那个是秘密，这很恐怖哎，这个是什么秘密的？人家挖出来的秘密。哪里啊？你说有人滑，挖小路通到旅馆里面。对啊，因为那旅馆各自独立的，你说两个旅馆，是他的，人家是挖路挖到很前面那一条，总之，看一下，出来，红红的，粉末我的也是，好啊。我因为眼睛看得到东西。现在几点？看看，3:15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被风吹回来的。是啊，爬上去，爬上去。
去，就出去了，你先走。放高一点，放高一点。OK OK， 好，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。不要放太低，放太低等于挑战。放高一点，踹他几下。放高一点，踹他几下。在这里，用力踹他几下。
牌子往右拐，红色牌子往右拐，红色牌子往右拐。只能水平走。OK。橘色那里嘛，橘色那里右转后，就是要往这个右边走。不是橘色，是红色，河流注意。然后一直去右边那边。好。这个缆车还开啊，我们坐这个缆车啊。哦，哪种？跟那个绿色的，往坐这个缆车跟那个绿色的。那个，高铁那个吗？跟着，你也可以滑那边，还是你怕的话就跟我滑这边。稍微小心，直走直走，不要太收哦。走了走了。
轻松的。然后你还要滑啊？啊？你还要滑啊？这里绝对不会费力，你滑的话。可是今天真的是很累。哦，那也可以回去休息。跑不出来嘞。这个中间就是纯享受的啊，就是完全是绿线，然后也不会有松雪来吓你，因为平平的都被人滑过了。然后你看学校还在这里上课。我觉得我现在是有那个恐惧症的。没有松雪了啦。好恐怖！这里没有了啦。这里你不要滑这里就好了啦。是下午，是下午吧？是刚刚我们和谐啊分开的那一次的，是啊，是我们等你很久，你不见了。我就跟你讲，中间没有松雪了啦，不要怕，只有这里才有。我是觉得很恐怖，就是那个还心存心有余悸，心有余悸。好啊，那我们的话就过桥，然后一直来搭往回西管山。哦、好。好哦。啊，你一直在搭往怎样？我们就是。过桥去对面，滑回西管山就回收工啦。对啊对啊。刚刚那个太硬了，然后我又膝盖又撞一下。我可以体会，因为你看我跟你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对，就是擦上去。第一次摔的也是那样，擦上去很硬。那你不能擦，别人是这样。我还要继续滑，我有发现。拖反了，拖反了。那我们呢、啊？坐这缆车上去之后，就要尽量靠那边切，能切就切。旅馆应该在这树下面。你在，你看得到那个边边吗？哦。你的这个雪场被树林围起来，是个正方形，你应该在正方形的正中间。所以你就反正也走不会走太远。对啊。没那么远啊。哇，等一下怎么坐公车啊？啊？你啊？对啊。你好像是6点六点。但是你就看我传的这个表啦。好。你知道？你6点开始等。哦好。然后有个王子的。上去以后。一站再下，站吗？只要坐一站。呆萌那一站，呆萌，就是我们中午吃午餐的那个餐厅。雪具店那一站。哦，那一站哦。对啊。你可以手走。可是我看地图。没有，一之类，还有个一之类，其实只有一站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只是一之类，但其实是同一站，我们俩本来以为有两个一之类。这样怎么靠得过去的？从中间切吗？没有，它是凹进去一个地方，是不是、啊？算是在马路旁边了、啊。就是你的旅馆的这边斜对面，你的旅馆在这边嘛？这边。你说等车哦？对。所以它不是左边吗？哦，对哦。它有绕了一下这样，哎，这边还要回程。反正那台车只会停一个地方。我们走左边。你想尿尿，到回去尿尿。去了。
下来，你看到我们上午的缆车了吗？吃午餐以前的缆车是哪一个啊？看到了吗？好了，那黄色的牌子，从黄色的牌子前面切过去啊，我切过去，小心深雪，我要看清楚有人的地方。我先了。他写一只二三二三诶，到底对不对啊？对吧？就对啊。好啊，走啊，那要加速哦。怎么上得去啊？对啊。走一小段还可以了。前面才是一只爱，这里是森林啊。哎，好了，好惨哦！好惨哦！好惨！还要过去啊！太松哦！还要往上爬，是不是？好累哦！好塞蒙吗？我们要过桥啊。桥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应该在一堆人前面吧。反正缆车站的左边，那就走了。你还 OK 哈？好了好了。还要回去尿尿。回家回家。哪里？好多有东西啊。
然后下去以后往右边滑，反正下坡也只有右边，然后坐缆车。车在哪里啊？啊，那一条，那一条，白色的屋子里。右边下，滑下去了。对，上次看路牌，往三二三滑就到了。也要看路啊。本身难度不高，但是每天都有不同变化。哎呦，哎，你记得我们来的时候要坐来这边的缆车啊？那边是不是对面过来要坐缆车的还要往上冲？我们回去，我们现在要滑回去，有个地方要用冲的，不然会跑很累，要往上搭一下。我记得哎，我知道我们讲一下。我们有个地方停下来，然后说到底要坐哪个缆车到伊之濑的时候，那最后是不是找半天说，哎，右边有一个缆车？然后我们是不是要过去要滑上坡？那个时候，缆车这一面要对着我们来的人，是不是要用力冲才上得去？我真的不记得了的。啊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老师可能要走一小段路。狮子再远一点点的地方。可以啊，有一个小小的小的缆车，坐上去的话，可能会走少走一点。然后就是看你要走一
小小道就。走路也很累。你说什么？这样怎么滑？你一上去看到它雪哦，一往烧鹅沙就照着那个滑，这样对不对？应该是往右边滑。不是这边下面哦，应该是在那个树林后。香美有条路往左边滑，因为不是这样滑，往下再往左，紧紧靠左边滑就对了。那条路可能要加速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往上去。今天就那种加速，我都会摔倒，因为你会怕。还蛮安全的嘛，对不对？这边还蛮安全的吧？很安全吧？理论上应该是往右，还是往左？缆车嘞？左边啊！看一下下。往左。等下看牌子上写什么。我先去。嗯。我觉得我现在是脚力不太受控。记得留点速度啊。远远的看，看到就走了，反正往左转嘛。
左。你也可以走上去啊。我是问你们回复牌好不好啊？哎，人呢？还滑吗？要。滑了吧？回去了吧？不滑了，还是走吧。膝盖我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？膝盖。怎么回去啊？这里是酒店啊。啊？哈哈，酸。你要走的还是坐的？你要走的还是要滑的？好。啊？要收了吧？再滑这一趟，绿色一点，绿色一点，什么绿色一点？滑绿一点的，也就只有一条绿的，没别的啦。好累哦，今天好累哦，一早就摔三次，摔到力气都没了，爬不起来。嗯，我平常都可以自己爬起来，我今天爬不起来，很辛苦才爬得起来，没力气了。摔倒特辑，我昨天好像都没有摔倒。我昨天我记得我好像没有摔倒。
因为昨天你不会被那个要摔没有摔，昨天你不会被松雪下，啊，今天是真的摔，一直摔一直摔。越下就越摔，我有摔倒特辑咯，哈，嗯，就是摔倒都是胖，就折下去的。你看今天肌好多，每个都肌肉，你看那个那么高。嗯，就今天就比我想象中的多探到一个高天椅，就这样。我本来想去试小屋，结果没开，雪太大了吧。它的四是寺庙的四。哦，你以为是一二三四？唐松 cos， 因为一出来就看到唐松 cos 吧。这个啊？看看你这也没有，我这也没有装吧？对啊，都没有。这边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坐的那个四人缆车啊，上到比这个还高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四人缆车路过，就会路过这一个的出口。总之就是往下滑就回去了，没什么。啊，今天有累吗？哎，你都不会累。我是还好，但是偷反一次，被那个硬硬的那边插我，偷反。你有撞到膝盖？没有，但是我还一直往下滑，因为鞋子站不住。右脚膝盖在地上这样磨，也一直滑，也滑，最后就终于停下来，用手在撑地啊，他一直滑走，点点点。好，我可以先去尿尿，以后再去做鞋子啊，还是做鞋子没有办法，就回房间这样。地方还是很像啊，
啊？没怎么样啊。你要我先下去帮你录吗？用不着，我好像没有滑得很好。没有，这两天都还在适应哦。嗯。什么动作都不标准。等到天气好，又有鸭血血到，那时候再来录。走了。下面好像很长一段很平的，啊？下面那一块好像很平诶。大概只有下半段吧。我发现我做练习用的 pose 好像很蛮稳定诶，好像要回归上课。膝盖摆这里，这样大概这个位置，好像超稳的。我还是来做上课练习啊。啊！他们好像非常的小心翼翼，不大行。那我先走。嗯，好啊。你再跟我讲我要怎样。不用怎样，随便你。很好。很好。哎呀！啊？有一个。其实我这样就好了。没办法。好的，那我先进去了。
会这样。